明后天去武汉的车票还有吗？好像没有了，5天之内的票都没了。 后天的机票怎么样？不用了，多留几天，不还是要走吗？ 而且我告诉我爸，我今天下午就到家了。算了，到家立刻打电话给我。嗯。记得吃药。还有，早点买手机。回去就买。 进站检票的时间已经停止了，送亲友的旅客就到这儿吧。那你回去吧。记得照顾好仙人掌。 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。回去，放在你办公室电脑的旁边。 最好天天看得见。一路顺风。 萧师兄，好巧啊！不巧，我在等你。
爸。哎呀，回来了。哎呦，我不是不让你来接我吗？现在人这么多，又不是周末，我又没手机，到时候找不到我怎么办？你有什么不好找的呀？我女儿长这么漂亮，他们大家往哪儿看，你就在哪儿喽。去。在你20年如一日的吹捧之下，我还能如此谦虚低调，真是奇迹。什么叫吹捧？老爸这是实话实说。你这，来，箱子给我，走走走，走。哎，丫头，嗯，老爸买了辆新车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带你看看。走。哒哒，嗯，怎么样？好可爱啊。哎，特别适合我，有没有？有。爸爸带你兜风去。哎呦，